上一次我看你最近你的好朋友高嘉瑜好像被蓝绿都打得很厉害。不知道呢，高嘉瑜跟他还算是好朋友的，不过老实讲我没去过他家，我看到那个吓一跳。哇，这个是，但因为他现在被蓝绿，应该叫大家多做加时了。柯市长，你这样对吗？你的好妈鸡最近被别人黄轰说炒房地，你没安慰人家，现在还这样投税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会让柯市长震惊到久久不能自己，只能说港湖女神闺房真的是太壮观啦。可以传出民进党其实是在内斗他，有没有民众党会对他伸出？对啊，他本来就是孤鸟型的人物的，但是。不过我觉得关键还是要整理一下，我看那个照片是吓到。话说回来，柯市长今天战斗技能真的是点到不能再高哎！靠塞完好友高嘉瑜，马上回过头来翻一下最近不太顺的行政院长苏贞昌。前阵子苏贞昌才说，为了把关明年1月1日进口的莱猪，有意要派员到美国查厂。不过之后态度却又180度大转弯，说要等到疫情结束后再去。这种先进口后查厂的做法，果然被 IQ157的柯P抓到画饼，来个柯氏照样造句。疫情过后再去查厂，那就等疫情过后再进口就好了。那讲这一下会被打枪哪里？他说等疫情过后我们再去查厂，那我们就一定会有人回答说，那等疫情过后再进口。对了，也不那么急了，我们没有那个来住也过了几十年，对不对？至于苏院长抱怨自己做高劳工啊，闲到劳工啊，柯市长就是以过来人的身份来劝劝院长放宽心。如果是对我个人不满意，那我们自己回去检讨就好了。